减肥是一件非常容易又简单的事情，只要你付出就有收获，还必须吃自己喜欢吃的。大家早上好，开始做早饭了。少放点盐，拿四个鸡蛋吧，鸡蛋太小，你拿四个就挑大的拿。你跟你姑娘一样，天天跟我作对，天天惹我生气。就俺俩给你带来快乐呢。你看这小鸡蛋像小牛眼睛那么大，像你说像普鸽蛋儿那么大。对，这么说普鸽蛋儿。对对，你得会形容是吧？对，看你拿着碗小了吧？你起来晚了，姑娘啊，今早没有饭吃啊。来了，老公，等着你把那个不粘锅也拿出来。嗯，把换着用。现在拿去吗？太大了，必须跟你姑娘俩分餐制 ，A A 制。你喝不喝菊粉咖啡？我不喝，我喝奶呢。那就不带你份儿了啊。嗯。一定要温水冲泡，提高代谢，润肠通便的。姑娘，你今天早上的主食呢是燕麦、藜麦、奇亚籽、牛奶泡的。妈妈，嗯，你把放点谷物圈就更好了。嗯，好吧。有巧克力味儿。你喜欢吃巧克力味儿的？少放点。行。妈妈，嗯，这个猪心有多重啊？好大一颗呀。651克，烤的老好吃了，干巴的哈。愿吃烤猪心。嗯，都说得了，妈妈。别的了，够了，姑娘。你跟我爸你俩吃的。我俩不吃了。你俩吃啥呀？倒点料酒，去腥，腌一上午。嗯，做饭是最好吃的。嗯、放点盐吧。嗯嗯。少倒点蚝油。姑娘，你说咱搁空气炸锅炸还是搁烤箱？给我姑娘烤猪心吃。180就烤15分钟试试吧哈。好了，妈妈。啊，真好烤的姑娘。我姑娘的午餐120克的杂粮饭，烤的猪心，一碗菠菜汤，我老公的米饭，菠菜汤，烤的鱼，我的主食是玉米，开饭。朋友们，好吃中午饭了，开饭。看烤的这鱼烤的可好，干巴的。哎呀，酥了，香酥鱼，太好吃了。给你块鱼，要不要？也要，施舍我一块鱼。可可怜了，这条都给你吧。不要了，给你吧，可好吃了。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老公，你这菜吃一大半了，我们还没吃呢。姑娘，你觉得减肥难吗？我觉得减肥难呢。为啥？难于上青天呢。哎呀，你说为啥吗？嗯，你不会吃啊，所以你就啥也不敢吃。自从了解减脂餐以后呢，你反而感觉到轻松了。你知道为啥吗？嗯，因为你敢吃了，知道怎么吃了，怎么吃更健康啊！真的，现在买衣服都费劲，买不着，深深都刺痛了我的心灵。大口吃肉，快速减肉肉，而且还没有心理负担，嗯，而且不会有罪恶感。姑娘，这是你的晚餐啊、哦，豆腐炒韭菜，你只能吃一半，这有你爸一半。姑娘啊，哪有这么坑妈的呀？你看。你吃点好的吗？那这都晚上了，你还给我买那么多好吃的干啥呀？这不是我晚上才回来吗？那你不知道妈妈好吃啊？那给你买就吃点呗。那我明天得长多些呀？哎呀，妈妈，你都已经这么瘦了，吃一口不怕啥的啊、哦？你已经那么苗条了，不要计较这么多好吗？坏，哪有这么坏的孩子？坑妈，做一坑人，你说没有没有？你看我都不吃，我给你吃。我决定把这块今天晚上全给消灭掉，明早吃行不行？你早吃不好了，今天都新做的，妈妈，你说我多像啊你。那我吃了，吃吧，不领情，不谢意，还把我骂一顿，真是太难了。我姑娘太坑我了，那我得吃。朋友们看看，老好吃了，这养姑娘真好啊，让我长胖的节奏，真好吃这个面包，姑娘。你吃不吃啊？可好吃了！我一时心底。